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季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结婚九年，婚后育有一双儿女，女儿8岁，儿子4岁。从恋爱到结婚，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我的心意做的。这些年妻子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我很少陪伴，这个阶段是最难熬的，但是我想挺过来就好了。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家庭琐事搞得我精疲力尽，我不知道该怎样走下去。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关先生34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有请。吴女士34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久？结婚10多年了。我俩刚要步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我俩就存在了一些矛盾。当时我在外地工作，他在我们室内，我们即将拍摄婚纱照，然后我是想在我们县城拍摄，因为去室内首先需要很大的费用，在我们县城比较便宜，其次我如果去室内拍摄还需要请假，比较麻烦。当时我的爱人跟我从县城拍摄的，这个没有尊重他的意思，一直当时压根就没有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一辈子可能就结婚一次。当时我在沈阳上班，然后我在那儿就是附近都看了好几家嘛，然后有一家就是性价比我觉得还可以，全都下来的话应该是4000块钱。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能接受，而且就是照的各一方面肯定比县城里的要好。您告诉我，最后您拍花了多少钱？最后拍了不到3000块钱。因为当时经济比较有限，然后当时刚毕业没挣完多少钱，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进行选房，选婚房啊，面临着结婚。然后我的爱人选了一个119平的，我当时清楚地记得，6500一平，30，带独立卫生间的，当时他特别喜欢。然后因为这个房子的钱是由我父母来出，所以说我肯定是选择一个我们俩刚刚创业初期起步的一个房子，因为我们还年轻，等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其实 我觉得父母赚钱都不容易，所以我没说什么，选择两室的。然后最主要的问题点是在哪儿？是因为当时我们两个商量好的，然后就是关于这个房子写谁名的问题，他的父母然后同意就是写我们2个名字，然后我们婚后之后一起去还这个贷款。不知道是因为就是亲戚呀还是什么，就是说那个就是如果写上我的名字，我俩一旦离婚了就要去争这个房产，可能就会被我分走一部分钱。所以我觉得是既然选择结婚，谁从结婚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为离婚做打算呢？是的。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做这个家人，一家人？后来写的谁的名字？写的后来写的他自己的名字。嗯，因为我说了，如果说写你自己的名字，那这个就是这个贷款，结婚之后，因为你挣的钱就是属于我们婚后财产，然后结婚之后，你的钱不允许去还房贷，如果你父母去还，不用你的钱，我可以接受写你自己的名字。嗯，然后就是父母还贷呗。开始的时候是，后来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还，然后装修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看了那个装修公司，我觉得装修公司的人肯定能够设计的更合自己的心意，这样住着也能更舒服一些。然后，但是他家里又亲属又什么的，反正一直就是在吵，不要用装修公司，就要用工人去装。然后最后就是花的钱，比那个装修公司的钱还要多，而且质量是特别不好的。没过2年，然后就这儿坏那儿坏，就是挺闹心的。因为当时也是为了想节约更多的成本，选择个人的装修，没有选择装修公司。当时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这个事儿反映的核心，
就是一个靠着爹妈，爹妈耳根子软，听着亲戚朋友的话，给这个新建的小家庭带来的疑难嘛，就是这么点事儿嘛。说白了，哪是什么当时为了省钱？你当时说话管用吗？管用吗？当时拿钱的不是我。对呀，你管用吗？你就是不管用嘛，不就是啃爹妈吗？那还有啥好说的？行，这事儿听明白了。再往后呢？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农村都有那个就是结婚要给女方彩礼啊。因为我俩是就是属于自由恋爱，自己认识的。嗯，我妈说，那个就是你不能一点不要，然后这样感觉咱们家太没有面子了。嗯，然后后来就是考虑来考虑去，我说那就不要多的，要6万。然后结果6万他们也不同意，然后就是吵闹了几天之后，然后后来就说给5万。然后这5万块钱呢，就是还是订婚的时候给2万，然后结婚的时候给3万，还是就是分开给的。嗯，后来就结婚了嘛。然后结完婚的第二天，然后他们全家人就开始跟我说，就是他们需要进化肥，需要本钱嘛。然后就说家里因为结婚现在没有钱，然后就得出去借钱，1万块钱的话大概就是6-700块钱的利息。因为他们知道那会儿我手里有钱，大概有能有7-8万块钱。我就是比较心软，然后就是第二天的时候，然后就全都转到我公公卡上了。嗯，然后当时我婆婆就说，那个就是等以后你们用钱的时候，然后这个钱到时候就给你们拿过去，你们随时用，现在就当我借你们的。嗯，然后后来呢就是贷款也是我们两个人还的，然后他妈妈就说，就是这些钱嗯也算我们借你的。嗯，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嘛，然后每年年底就是都会有奖金，可能是3万5万这样不等。每次我发完奖金之后，然后家里人就说现在缺钱，需要钱，然后我就把钱就是都打到我公公婆婆的账号上，因为大概能有就是16-17万。其实我觉得一家人无所谓借不借，只要我用钱的时候你给我就行。因为那会儿刚开始没买车的时候，就是我公公以前的一个小车，然后给我俩开。因为那会儿有孩子，然后没人带，需要就是每天都送到我姨家去，然后所以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大冬天没有车位，然后没有车位就是孩子比较遭罪。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们买一个车位吧，这样的话孩子省他遭罪，要不然万一孩子感冒，孩子太小怎么办。然后当时那个车位大概是14万左右，然后我说把那个妈手里的那些钱拿过来，我们就可以用了。但是当时跟他父母一说的时候，他们就极力反对，他觉得买这个东西没有用，大冷天可能过段时间就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心里就是特别不得劲儿，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被骗了的感觉啊。理解，就是钱都给你们了，我用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后来的时候就是说买这个车，然后买车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这回买车说什么都写你的名字。然后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车写我名有什么用，车过2年贬值了也不值那么多钱。是的，但是他说写我名字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最后写的谁的名？最后还是写的他名。为啥？因为当时买车的时候，然后我家老大就是感冒了没上幼儿园，然后我们就带着去了。就我在楼上吃饭的时候，他跟他爸爸吃饭吃得特别快，吃完就下楼了，然后也没人管孩子，我自己喂孩子，喂完孩子吃完饭就是晚下楼几分钟，然后他们把名就已经签好了。因为当时比较着急也是啊，销售交买签字，然后这我觉得着急也不在那几分钟吧，这说不通了。就是你们家合起伙来算计人家姑娘了吗？我们不管主观客观认知是什么，至少你们家没吃亏，对吧？对，钱都落你们口袋里了，是吧？嗯，人家挣的钱都到你口袋里，人家连支配权都没有，那就是你们算计人家，这是客观事实吧？但是我买房、装修、买车，也都是我家，就是我父母出钱买的，然后我们剩的钱也是我父母攒着帮忙。我觉得钱，因为我是还是放在自己口袋比较好。行，钱的事儿不说了，婚后感情怎么样吧？就是感情开始还好吧，嗯，但是后来就是有老二之后，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孩子，全都是我一个人带。嗯，每年他现在就是因为要卖这个化肥嘛，跟父母回家，然后就是能有大概半年左右都不在，然后这分居啊，对，半年啊，对啊，就这半年多，就是无论是孩子生病
还是上学，还是所有的事情，就是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其实我没有太多的那个怨言，嗯，但是问题在哪儿？就是比如孩子生病了，然后他们家里人连个电话都不会打，问都不问。我这真是特别忙，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很晚，我一直在处于黑天白天不断的送货中，真的特别特别累。但我觉得吃饭的那一会儿打个电话总可以吧？有的时候都没有吃饭的时间，真的我不相信24小时没有一个关心的时间。我也是为咱们这小家努力奔波，一直不停地去努力。我也相信你能照顾我们的孩子。然后，哎呀，这冠冕堂皇能把人噎死，你知道吗？这帽子戴的，您就是无力反击啊，对吧？你看我是为家庭的，你也没问题，你这够厉害的。您夜里头还给人农户送化肥，人家收吗？你蒙谁呢？一直到八点多吧。啊，一直到晚上八点多。对，八点多，9点钟可以给家里打电话吗？孩子是不是你的呀？孩子生病了不能打个电话吗？就是这半年他说他忙，没那么忙。我可以理解，但是回来这半年之后他仍然是不管孩子。你看看，他就每天就是工作嘛，然后就说工作忙，每天就拿着手机。我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在工作，就在那什么斗地主呀下象棋，然后孩子跑到他跟前，然后他还嫌烦。我是这样，我是大半年时间在农村老家，然后剩下的半年时间我也是不停的去找一个相对稳定点的工作，通过朋友吧介绍，我在我们市内找了一个少儿口才培训班上班。您教少儿口才呀？啊，我不教课啊，我是做运营管理，平时早八到晚八是不停的联系家长啊，联系活动，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能是把更家长早八到晚八联系。啊不，又开始骗人是吧？跟我说什么呢？你敢在那个点打电话？你看你有客户吗？我跟你说，家长都烦死你了。又开始蒙人，你怎么张嘴就来呢？我就想给你揭穿，他没那么忙，就是闲的。干啥？确实挺忙，确实是忙、啊、也是这么做的啊，这么做的。孩子重要吗？你们家孩子管吗？可能是我，就是你把太多的精力给了别的孩子。哎呦伟大，你看他这话说的，我把太多的精力给了其他的孩子，我是一伟大的老师，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完蛋了。你是这逻辑吗？是哈，你信这逻辑吗？不信。对了，这就对了，您接着讲。所以我就觉得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嘛。当然了，然后一点就是自己的时间都没有。那是一定的。然后他们还觉得就是我好像没什么事儿，就早晨起来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完事儿了，好像我在家一天挺闲的。最主要的这次是什么呢？就是前段时间然后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然后发现自己就是怀孕了。几个月了现在？两个月吧。你要需要做啊，累的话你就跟我们说，就坐起来说好吗？好，要有老三了是吗？算是，但是就是这个问题上我俩的意见就是两家的分歧就是特别大。我猜啊，你肯定不想要啊。对，他们家特想要啊。对啊，因为我是独生子，平时过年的时候就是陪着父母，就老两口，我就感觉没有一个亲戚进行走动啊，特别特别的无聊无趣。然后我家一直是如果结婚以后尽量就是多要孩子，所以今天来根本什么其他的话都不说嘛，今天来就是为了生老三嘛，是吧？对，我现在能理解您为什么说不生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这次我觉得是就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出现了不正常的反应，然后才知道怀孕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怕是不是特别健康。因为一个我感觉经济压力非常大，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吧，四位老师，你们来帮他一起骗，好不好？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宏兄，丈夫的算计，现在很明显，是妻子的痛。说到生三胎，如果说他对婚姻有信心，对丈夫有信心，家庭和睦温馨，国家政策允许，生三胎没有什么。关键问题是，
他担忧的是这段婚姻其实已经风雨飘摇。刚才一句话，赵川老师非常气愤，我是非常愤怒。您竟然愿意把房本上写他名字作为交易，我其他不想多说什么了，我只想劝您妻子一句话，你有自己做主的权利，请你自己三思，还来得及。谢谢，谢谢伯宏兄。于老师，整个这一场从头到尾听下来就是钱钱钱，对，一切都是利益，这肯定就失去了爱情的本质。男方那边主持人也说了很多，我就不想说那么多了。我想女方这方面其实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实在谈恋爱的期间，包括从婚纱照，包括买房子，种下了这个计较的种子，可能也为今天这件事情埋下了一定的伏笔，不是全部。他们家的问题确实很大，但是你那一个计较，可能他就容易提防你。现在我明显看到他们一家是一伙的啊，你带着那两个孩子是一伙的，那两个孩子甚至他们都不怎么管，钱你又拿不到手里面，所以这样下来的话，这样的隔阂我们也得知道，别回头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自己没有责任也不要那么讲啊！我们要反思当初为什么选择他了，在那种争执状态下为什么还结了婚了，到现在我们要反思还要不要过下去。其实我们倒认为，如果是为了孩子而将就的婚姻，甚至为了第三个孩子接着将就的婚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害孩子。要考虑这些问题，不要为了所谓的这个当下的别人的利益，然后慢慢慢慢的把自己的利益没了，孩子也伤害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真的不值在一块儿。好，来看看莎娜老师怎么说。关先生是吧？啊，对。您为啥必须要生三胎？是您家有很大的那种的遗产，就需要就是必须要很多的孩子来继承吗？啊，没有遗产。也没有是吧？没有。您是有特别强大、特别好的基因，必须要有很多的孩子来继承您的基因吗？没有。也没有是吧？刚说了，我是独生子。啊，我们都是独生子。我感觉自己特别孤单。关键是你老婆给你生俩孩子了，这俩孩子都没有解决你孤单的问题啊。这不是很可笑吗？女人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母乳两年，一生责任。请问你这个当爸的干嘛了？需要我的时候，你跟我是一家人；买房买车的时候，就把我当空气了。有些男人就是这样，长得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干的却是恶魔的事儿。我想跟妻子说啊，就是有的时候是你的纵容和是你的无底线造就了他今天这副模样。有很多事情你必须要亮出自己的底牌，拿出自己的底线，告诉他什么是不可以触碰的，什么事情是我不可以接受的。如果女人一直软弱下去的话，就会任人宰割。有的时候女人太懂事了，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要自己拿主意。就说这么多，谢谢。谢谢莎娜老师。米娜老师，其实我这整个这个事儿里头，我最气的是您，您为什么纵容这个男人在你的世界里头作恶呢？明明他从结婚开始，结婚前开始就在让你屡次失望，为什么你还愿意跟着这样的一个人一直一条道走到现在？您的丈夫在整个婚姻家庭里头的缺席是您纵容的，您自己一手把他培养成这样，您同意他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您同意他一天到晚在外头，您同意借钱给他，您同意他什么东西钱上都把您搁在外，要跟您结婚，婚纱照不如您意，您也同意跟他结婚呐，房子不如您意，您也同意呀，就包括是先生一个劲儿的在说我要生老三，哎，很多时候男人一拍脑子就说，哎呀，我希望多子多福啊，多好啊，多子多福，当然对你们没损失啊。你想的是老了以后也许多一个人给我推轮椅好快乐，中间所有的艰辛交给女人就行了。在眼下
你最值得疼的和能够解决你的孤单问题的不就是你老婆吗？不就是只有这一个女人才能在你需要的时候站在你旁边，不管是对抗你父母的生老病死，还是一起养育这个孩子。可是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妻子在这个时候又去冒这么大的风险？这边一个8岁的嘤嘤嘤要爱，这边一个4岁的精力旺盛要玩，肚子里头还有一个小的在踢他打他，让他吐，让他腰疼，让他整个人直不起腰。您让他还怎么再去接俩孩子？你自个儿脑子一热想的多简单啊，你有这个能力没有啊？你知道你可恨在哪儿吗？这是个大妈宝吗？他被父母带到生活里来，他的很多生活轨迹是在爸妈那儿的，所以你不像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发现了吗？除了婚姻本身的问题，你们俩的情感问题也摆在这儿，核心就是一，你对他关照不够，承认吗？承认。你对他关心不够，承认吗？承认。你忽视了他带两个孩子的辛苦，你承认吗？承认。接下来我们说第二，在婚姻初始的时候，涉及到利益的时候，你们各有算计，至少你父母在算计，你承认吗？你可以不承认。他打结婚开始的那些心结都没消掉啊，这就是米娜老师说为什么更恨他。我也挺怒气不争的，你知道吗？稀里糊涂给人生两个娃，感情不管怎么地就信了，怎么可以允许他半年在外面啊？怎么可以允许啊？所以我说，要不要孩子这件事儿不是今天的主体命题，今天最主体的命题是还有没有爱，还愿不愿意为对方付出爱。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迎刃而解，剩下的时间少说，听听你老婆说，好吧？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想看他就是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上。如果给他自己带一个月孩子会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我身体不太舒服。孕吐啊？行，好，没事。肯定的嘛，早孕反应嘛。你看他都不管他，是恶心吗？啊、哦，天太热了。对，你看他是没反应的，不是说他不爱他，他就根本在他那种特别困难的时期，他人可能不在，就没有这意识。对，他没有这个意识，但是他是木的。我喊这嗓子还不知道呢，我都看不下去了，你想想。结局好像不用预测啊，分是分不开吧，伯鸿兄，你觉得？今天其实给我们大家一个启示，一个人如果把自私自我贯穿在整个婚姻家庭当中，从房子到孩子，这是很伤人心的。嗯，小鱼老师，我不认为刚才那个女方的反应是早孕反应，是一个情绪反应。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甚至抉择的时候，他会心口捂在那儿，我一直在注意，他会很疼、相信这就是他后面的发展趋势。所以我大胆的预测，女方因为这个疼提示他可能不出来，男方是肯定要出来的。千万不要再被蒙蔽了双眼啊，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又成自己的事儿了，真的。就觉得好怕，反正他们会做出他们的选择的。最后我们当然要看这对夫妻出不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出来，因为现在妻子其实很难受。反正如果我是他老公的话，我现在肯定不出来了，我就窜到那边把老婆带走，弄下来这个抚慰一下，那是最重要的，对吧？录不录节目都在次要的。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如何选择，请开门。这结果挺好，对吧？结果可以回家去说嘛。现在首先坐下来平静嘛，因为毕竟是一个孕妇嘛。先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出，我是特别希望说，
他就是怕妻子再上舞台再不舒服，去抚慰他。行了，人家家的事儿人家自己做主，但是咱们其实可以看到，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一个人有没有用心的投入，其实另一半是看得见的。当你把情感当成一门买卖来做的时候，没有人能做过生活。好好相爱吧。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之前是同事，到现在我们结婚13年，婚后育有一双儿女，儿子12，女儿7岁。我们曾经为了生计到处奔波，还连累了父母和孩子跟着我们一起辗转。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事业上的起起伏伏，从生活富足到一贫如洗。现在我们又异地生活，这日子过得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5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杨女士35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多少年？13年了。今天来干嘛呀？我就感觉最近几年吧，感情就越来越远了。可能也是我胖了吧，我自卑吧，我就感觉他不喜欢我了。嫁给他的时候很不容易是吧？那时候跟他在一起，他是学那个戏曲和唱歌的，然后我是舞蹈团的那个舞蹈演员。我们是在一个文化单位认识的，在一起相处有1年多吧。我感觉他人挺好的，然后就跟他俩在一块儿处。但是呢，因为他家是周口的，我是信阳的。我爸爸妈妈嫌太远就不愿意，然后我就给他私奔了呗。奔的咋样？当时我走了，跟他走了有差不多2-3个月，我都没敢跟家里联系。然后后来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我老妈就说，她说你爸快过生日了，她说你回来一趟吧。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结果呢，他骗我的，他给我找了一个那个相亲的对象，然后就直接他们就坐在一起，就直接就定下来了，就谈好了。我就感觉他们这样做挺过分的哈。这边呢，他天天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就更不舍得了吧。然后我兜里我就揣着50块钱，那时候手机还不是像现在这样智能机，它是不能微信转账的。然后我就带了50块钱，其实哪儿哪儿都不够，我就跑了，因为我爸妈给我控制特别严。那时候我就用这个钱坐了第一站，到了转站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钱再去坐第二趟车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都是要先买票，那时候都是上车之后，然后售票员过来让你买，然后那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说我什么情况，我给她说了一下，我说我兜里真的没有钱，然后她看到我好小，然后就把我带到地方了。带到地方了，到了2个中转站的时候，天就已经黑透了，黑透了。离他那个地方如果直达去的话，还有差不多有200公里那个样子。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当时出来急啊，我手机都忘了，都没带，我就找了路边的一个叔叔，有40多岁吧，我就找他，我说叔叔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他爸爸打了电话，我一说我的情况，他爸爸当时在那边就急坏了，他说你现在在路边瞅瞅有没有那个出租车，他说你找个出租车，然后我来给司机说，让人家给你平安给你送过来。然后就这样，我就到了晚上11点多，到他们那里边那个转盘，他爸爸妈妈在那接我。然后呢，在一起有差不多有大半年啊。我爸爸亲一般的不跟我打电话，都是我妈妈跟我联系比较多。然后我爸爸跟我联系，他说我这一次给你找了一个工作，在北京五大行上班。他说我们这边呢只有这3个名额。他说我给你争取了一个，他说你要听老爸的话你就回来。然后当时在他家里边就是待的就挺好的，他爸爸妈妈也好，他爷爷奶奶也好。没回。后悔了？那哭啥？就是当时就感觉挺对不起老爸啊。因为我老爸说了，他说这一次如果你不回来，以后我就不管你了。那时候你多大？那时候都19了都。后来怎么着了？后来没办法呀，爸爸妈妈看到就
就是你看这闺女一门心思就在她身上了，嗯，那不行就让俩孩子在一起得了，然后后来就在一块儿了嘛。啊，在一块儿就好了。在一块儿一直都挺好，她对我也挺好的，但是你生活中你说这难免的有些磕磕碰碰的哈，嗯，就有一次对我印象挺深的。怎么了？我跟他俩一起出去，去一个地方去演出，那时候我们都干演艺的嘛，去演出，因为第二天白天6点钟得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晚上早点睡，别出去玩了。然后结果呢，他跑出去，我在家等了2个多小时，他都没回来，没回来我就去找他呀。结果我就看到他跟朋友在一起，在外边，在那个排场上玩，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我就急了，我就非常生气，我就跟他俩说嘛，说他就生气，这一生气一急的，平常因为他爸爸挺惯着我，然后我就给他爸爸打了电话，嗯，一打这个电话，他爸爸就给他打电话。可能就说他就说得很厉害，然后他当时就下脚踹我一脚，当时把我踹的在地上都滑了很远，手胳膊全部都流血了。我踹你，踹完以后我也后悔，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确实有点容易上头了。但是呢，你光顾着你感觉爸对你好啊，你给爸打电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打完这个电话后果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确实爱玩，后来呢给我爸做了有保证，是吧？我说以后我不再打牌了。我爸也说，他说你要再打牌我就怎么怎么地。他那边打完电话，我爸这边电话都给我搂过来了，儿子你又打牌了，你说话不算话。我爸给我哭着说的，你知道吧？完了以后他说我现在我找个地方我就走吧，以后你都别见你爸了。我那时候我肯定上头啊，是不是？你跟我爸你给我气成这样，实际上不是，我也感觉我很气。你给你爹气的，跟他有啥关系啊？我没玩嘛，其实我要玩那也行，我都没玩。那你跟我回去不就完了吗？人家这个是怎么回事，主持人啊？哎，这个不重要了，我就关注说一个千里迢迢的把自己送给你的姑娘被你打了之后，这姑娘采取了什么行动。第二天我回去我收拾东西要走，哎，这就对了。然后他爸爸妈妈就一个劲拉着我跟我说好话啥的，我就没忍心，我就没走。这一干一下就干了很多年，然后尤其是有了我儿子之后，嗯，然后这关系就更好一些，嗯，我就说想稳定下来，因为总是这样来回奔波也不是事儿。就等于你们走穴搞演出，是这意思吧？对吧？对，嗯，各个地方，嗯，然后他就说行吧，那咱俩就开了一个餐饮店，嗯，本来挺好的，慢慢的这个店呢也上道了，嗯，也捋顺了，他就甩手不干了，嗯，他说那个你干吧。我去上班，我去找个班上，挺好的呀。因为一个店就我们俩，他还走了就剩我自己。哦，然后我就叫着我姐跟我一起帮忙。嗯，然后我感觉他早上8点多去上班，下午5点多下班了。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店里正忙？你是不是可以回来帮帮忙？他每天你的店都打烊了，都见不着他。干嘛去了？我是上班之前呢，我就感觉我们的店已经稳定了，就是已经开了2个月，我已经有固定的顾客了。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本身也是干演出干了小半辈子了，对这个也比较热爱，我说我找个班上去歌舞团了嘛，原来单位去上班了。我每次上班前我会把菜都给他买好放到店里边，我让他自个儿中午上午他跟他姐完全能顾得过来，不是什么大店。你问他那店怎么黄的，是我整黄的吗？把店交给他，他不看店，这边该吃饭了，那边还打牌呢。老板娘开始骄奢淫逸玩麻将了，是这意思吗？才，那是后来他总是不回来，为了这事儿咱俩就是生气吗？我心想着你不干我也不干，反正就没好好过日子。两个人你说本身看这个地儿，我们俩确实干了很多年演出也没少挣，但是呢我们俩都爱玩，基本上没存上什么钱。开店的时候也是借了点，包括我爸那边也给我垫了点啊。你这个账你得还呢，你指望一个小店养家糊口还行，但是你想还账资金还是达不到。然后我就想着在歌舞团上班是其一，另外呢我本身我还能自个儿整点演出啊，也能挣点外快，这都挺好的。他把店整黄以后就搁家啥也不干。店黄了有没有赔钱？赔了。赔了多少？10多个，不到20。后来又做什么了？后来他啥也没做，我就一直一如既往的演出呗。嗯，我要不演出的话我上有老下有小谁养啊？那你演出归演出，你演出我能理解啊，我在家带俩孩子我是啥也没干，但你演出你开始好好的，后来他1个月2个月都不回家一次。后来我朋友还跟我说见他在我们家那附近的宾馆出入，我就问他是不是外边有人了。我有什么人呢？我有什么人呢？
我刚开始是不是经常回家？那时候我一个人，那时候我没有跟团队的时候，后来呢我加了一个演出公司，就是我会的也比较多点啊，然后那个老板就让我自个儿去带队，到哪儿演出都让我自个儿带队，事也比较多。回去呢我是不想跟他吵架，因为啥呢？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以后，自从店关了以后，有了我家二姑娘，她啥都没干过，啥都没干过，一天在家的除了睡就是玩牌，你就嫌我胖呗，要不然就是玩手机。我不是嫌你胖，你是不干。我去演出，我有没有跟你说？我说你跟着我，要不出咱俩一块儿出去演出吧，还能多挣点。你跟我出去了吗？他自卑，你知道吧？他感觉自己胖了，不像以前小姑娘。这我能理解，但是你找个事儿干，你这是不你呢？你把孩子带好也行啊。你搁家你都干点啥呀？谁说我没有好好带孩子了？你带点啥呀？我为啥在家你不知道吗？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俩一直就是在外边跑来回的周转的那种演出，然后我儿子呢就跟着我们来回的一起在外边颠簸，我儿子就上一个小学转了六次学，孩子学习都耽误了，孩子现在都跟不上，在学校里边也很吃力。我再跟你一块儿出去跑吧，俩孩子再扔家里边，他能成啥呀？他马上都叛逆期都到了。那问题是你现在你在家里边孩子是啥样呢？孩子怎么了？孩子因为他跟不上，他现在有点自闭了。我在家里边星期六星期天我带孩子玩游戏怎么了？我想跟他拉近一下关系，我有错吗？你要是光星期六星期天玩我也就不说了，天天我儿子一放学来，儿子来，我带着你开三排王者荣耀都溜得很。你没说，你说儿子你就写作业写完没？今天哪个不会呢？你问我。那你又没有天天在家里边，你知道我跟儿子怎么相处的吗？我回家看到的这种就是这种现状，所以说我才不愿回去。那是你回家看的时候，我就没有拦一句啊。嗯，儿子不是亲生的是吧？是亲生的，是亲生的。儿子这个现状不更应该多回吗？怎么叫不愿意回去了呢？我一回去，我不想跟他生气。我要经常跟他在一块儿的话，我估摸着我俩你这逻辑不对呀、啊。你下面的话是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儿的话，早打散了，那就说明你们俩的婚姻有问题了呀。确实有问题了。确实他就是嫌我前两天确实嫌我在家没有出去挣钱，嫌我胖，嫌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他后来他给我开了个店儿，他说我在家里不能总是闲着。嗯，然后他说他这样跟我说的，他说我投资20000块钱然后给你开一个那个就是视力康养的，他说你在家里坐着你还能带着孩子。嗯，然后呢结果呢他这边等我知道的时候呢，他给朋友带了网贷，带了25万。然后我就寻思着，嗯，其实他也挺费心的。然后我就想着，那好好干吧。我又上总部去学习了一个多月，我才回来。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好好的经营这个店儿。但是呢，就是前两年嘛，这碰上了这个，确实市场也不那个啥。然后我的店儿呢，就这样又没有生意，又关门了。啊，赔钱没？赔了，现在身上债务20多万呢。啊。然后这一回，让房也卖了，车也卖了，我跟孩子现在还租房子住呢。压力挺大的，其实他有时候他不想这些问题，天天我不回去，我在外边飘着，我在外边跑着，嗯，你压根都没想着，我不出去跑，我不飘，您给孩子吃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在做互联网，做主播，所有的店赔完以后，所有的账都在我头上，嗯，我每个月焦头烂额的，电话都能打爆了。我是去年4月份，自己一个人跑长沙去了，跑长沙那边听说主播挺多的，我也就干了互联网。然后认识我现在的老板以及我老板的妈妈，对我都挺好的。签公司了？签公司了吗？你现在每天播几个小时？我现在每天基本上播4个小时，一天播2场。那是在家播还是在湖南播？在湖南播的。那这个呢？这个在家带孩子吗？那不就是两地分居吗？是啊，这不就核心问题吗？你去挣钱，他在家带娃吗？你的辛苦他不体会吗？对，他的辛苦你不理解吗？对吧？今天来这儿干嘛？今天我就是感觉找爱来了是吗？觉得他不爱你了是吗？那你规划规划这日子该怎么弄吗？我就感觉我就现在就一心一意的，我就是想在家里把孩子带好。我感觉现在就像咱俩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就希望孩子能更好一些，更优秀。你俩这样啥意思呀？他现在每个月给你钱吗？嗯，我找他要他会给，但是有时候得看他脸色。这话你看熟不熟？在这个舞台上，只要是带娃的妈自己不工作的，通常都会说这句话：给钱吗？找他要给，但是得看脸色。你咋想啊？这婚姻？这么说吧，从他跟我私奔的那一刻起，我这辈子我就得有义务养他。他这些年
不管他干什么不干什么，不管他吃成什么样，我压根都从来没想过要给他分开。我只是说现在呢，我压力确实很大。我当时那个第二店还了以后，我还了将近40-50，全部压到我头上。我一年时间，我干个互联网，我还了现在还剩10几个。但是他这些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没啥，没事在家里边一没钱，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我跟他说了，他是你老婆，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我也跟他说了，但是他不理解。我甚至给他打电话，我说什么？我说我现在主播，人家主播很多主播都有助理，是吧？你要不你也给我当助理来，孩子都大了，丈母娘啥的，都在家没事儿，可以帮衬着带着点。我说你要不你跟我一块来长沙？我不，我吃这么胖，我去干啥呀？我说你哪怕你不播呢，你给我当个助理，你给我维护一下，不也挺好的吗？不愿意干。那我有在你直播间给你当管理啊。你就刚来的吧，我都播一年了吧，你再来有一个月吧。那他现在去没去啊？没有啊，我没有去，但我在直播间给他当管理，他知道的，他只要开播我就在，我没有出去。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看你还在那小鸟依人，打里打气的，一点都不像两个孩子的妈，那个小眼睛跟他还撒着娇，这可好，这一脸苦大仇深的，你知道我有多难吗？我要不这么干，这家里面谁养啊？你这女人一点都不懂事，我可没想休了你那，估计你心思也没这个心思，对吧？确实没这个心思，真的。就是我找的，我就是想问问他，他平常都很少跟我说这些很多东西，你知道吗？我给他打电话都很困难，有时候我头天给他打的，他3天后回给我都有可能。他就说我忙得不敢开交，我晚上都得休息，我还得想剧本，我还得怎么地怎么地，哪有时间搭理你啊？他都不爱跟我沟通这一点儿。我跟你沟通没用。我跟你沟通了，你能帮我吗？是不是我把啥事都跟你说了，你能帮我吗？你帮不了，我干嘛要跟你说呢？给你增这个烦恼有用吗？没这个必要啊。哎，这个一生就是属于生活之无奈了，对吧？我跟你说，你帮得了我吗？就一个问题回答。我帮不了他呀。那我要你干啥呀？不要我就拉倒呗。你看，所以你这完全不是解决问题的，这话你都没有好好想。帮是一定在身边吗？有没有精神上的寄托？如果你能给他出主意，如果你能作为他的一个倾听者，他是不是也算帮到他了？你根本没想这个呀。妻子上来说的，哎呀，我要这个男人爱我。我们听完整个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婚姻经历以后，大概可以总结几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真是相爱嘛，两个人黏腻在一起嘛，共同为生活奔波嘛，这是第一个阶段嘛。后来因为有了孩子，然后双方想稳定下来，对吧？结果发现在稳定的过程中没有稳定的能力，所以家里面举了很多的债。为了改善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和还债，丈夫没有办法，迫不得已跟妻子两地分居，是吧？分居之后很多问题出现了，妻子不思进取，对吧？丈夫开始对妻子的态度冷漠，有点看不上。我理解的对吗？是不是这么一个脉络和过程？那就想问怎么办，对不对？就是我们这种状态，我们这种现状，我们应该怎么办？来，这个难题交给我们老师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黄宏兄，两个人以前这么有共同语言，怎么走到今天变成没有一点共同语言？当年您真的不容易，义无反顾，不顾父母的反对，私奔也嫁给这个男人。他当然有过承诺，我要照顾你一辈子，我要一辈子对你好。但是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会因为生活的环境状态会改变的呀，他会力不从心，甚至他会忍无可忍。您老公现在的想法是，你如果都不愿意，我有过承诺，那我也无可奈何，就随你了。但是他这样的失望会走向绝望的，一旦绝望，这个婚姻就没了。你呢？现在就是我胖，我自卑，为什么不能走出这样的自卑呢？您的胖得很匀称，很漂亮啊，有什么好自卑的呢？所以你们两个人今天给你们两个字，醒来。谢谢谢谢伯宏兄。小鱼老师，
看这两口子结婚了十几年了，我就从数据上来看，越过越穷了是吧？一会儿赔了20来个，一会儿赔了十几个，现在外面还有外债了？还有十多个。还有十多个。这还是我干了一年直播才把这些账慢慢慢慢给还上，以前更多。你还不上，后边还得欠债了。知道为啥吧？不知道。因为你养了三个孩子，养两个孩子责无旁贷，但是你纯纯的把你媳妇也给养废了，你什么不用干，我养你。老婆果然听你的话，那就安心养孩子吧，现在想让他干干不了了，最后他只能靠这样的方式弄点零花钱养孩子。孩子最小都7岁了，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用在孩子身上了，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了。关键什么呢？你在家里待着你并不快乐，只能是靠玩玩麻将、打打牌、玩玩手机麻痹自己打发时间，你后半辈子你就废了，他也就苦了，你们这一家子说白了就好不了了。两个孩子在这种教育下，他们的原生家庭也对他们没有什么良好的这个示范作用，所以现在我觉得咱们还来得及啊，如果能真的能听进去我们说的话，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吧啊。哎，谢谢于老师。山达老师，就几个问题留给你自己思考啊，女士，你个人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自己去唤醒自己的觉知的话，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叫醒你，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你，你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下去了。那么也就别怪异地时间长的丈夫在外面有外心，我告诉你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不想回家，面对一个这样的老婆，天天又在长沙，每天接触的都是自媒体，那边是一个新鲜的世界，在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你，我不是危言耸听。而你如果一直都是只是自我埋怨或自我抱怨，哎呀我胖我不行，你不改变，你说让谁来帮你呢？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想你们的婚姻关系，你先想想怎么当好一个妈妈，给孩子树立好一个榜样，我觉得这是最起码能唤醒你内心觉知的那一部分。当你自己发生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家庭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婚姻关系都会随之改变。谢谢。谢谢山达老师。米娜老师，胖让人开心吗？不开心。胖会让人觉得对自己沮丧吗？会。但是一旦你对自己沮丧却把这个压力转嫁给别人的时候，这就是你对别人的不公平。你凭什么要拿你胖这件事情惩罚别人呢？你胖为什么要让你的丈夫扛上养家的重任呢？你在年轻的时候干了传统女性不会干的事儿，叫私奔，然后你又在中年的时候干了现代女性不会干的事儿，叫宅起来想做全职。想做全职你得看有没有那个条件，有没有那个命。这个命就是指你的丈夫、你们家的收入能不能够使你安于在家里头当花养。今天你的丈夫对你有这么多的轻慢、这么多的不足，他肯定有问题。但是对于您自己来讲，是留这个婚姻还是走出去工作，我觉得你应该思考的是后者。而先生哈，我对你也没啥好感，你老婆我还愿意说两句，对你我是真没啥好感。在长沙这样的花花城市，自己也都已经有了一些花花肠子了吧，不要沾沾自喜的说什么当初这女人跟我私奔了我就不得不怎么着，有什么不得不的？你做着不得不的事情，然后再一点点的泄她的气，不停的用小牙签扎她，提醒她你有多无聊，你有多胖，你现在有多跟不上时代，你即使是看家，你看的也都只是一些最低层级的看法，孩子你都没教好。在你的人生里头，如果没有家没有孩子，你觉得亲情可以来得如此轻慢，靠魅力我能吸引一个女人为我私奔，我一定也可以靠魅力让我的亲情永流传吧？不可能。谢谢米娜老师啊，其实你还挺感慨的，他给我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吗？
假仗义，真无能。就是你试图想让我是一特别仗义的人，但是因为你能力不及，所以没办法。这段关系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从现代婚姻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段关系早已经死了。你们俩现在就是名义上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你欠他的，你想还，你不想背这个。怎么还？我养你一辈子。现在他还接受，随着他年龄增长，随着你的直播做得相对的越来越好，他会越来越不安，因为他害怕有一个人替代了他所被养的位置。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这个婚姻最悲哀的东西。你们还有爱吗？你们说，如果我们还想有一点所谓的爱，还想找回年轻时候的曾经的那个爱的感觉，亲人的感觉，那至少有一点，学会彼此的体谅，看到对方的难，在对方难的时候能够搭一把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媳妇儿，今天呢能来到这儿，长了很多见识，也懂得了很多，也知道你心里边这些年有多么的压抑。我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反正以后呢，我就想跟你，咱俩共同去努力，把咱们家的这个小家咱给过好了，多为对方想想，行吗？可以。我还是那句话，啥时候我都不会嫌弃你啊。那咱俩今年目前走着看着吧。行了，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加油吧，谢谢，请回。冯兄，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感觉这样的一个年龄，夫妻做成这个样子，婚姻过成这个样子，真的非常的悲哀。如果那种真的爱在，哪怕妻子真的胖一点的时候，也给他鼓励，给他信心，谈何自卑。来，小于老师，这个不好的婚姻就是靠彼此的缺点过日子，好的婚姻就是靠彼此的优点过日子，碰碰撞吧。张娜老师，不管过还是不过，我觉得女人还是自己得要点自尊的，要不然的话，这个人男人不爱你，下一个男人也不会爱上你的。对，接着莎娜老师的话，就是连自己都不会爱自己。所以女生别出吧，男出女不出。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我想他们还有机会。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